近期金门县杂草火警案件频传，消防局指出，11日上午11点半获报，位于金宁乡榜林郊外发生一起杂草火警，一民众燃烧杂草及枯枝，引火后就离开。在东北季风的助长下，现场火势造成路过民众担忧，消防局立马派员赶赴现场，出动二车五人，迅速于7分钟将火势扑灭，燃烧面积约10平方公尺，无人员伤亡。我们据报就现场有那个在榜林的村郊有那个杂草火警，啊，现场我们就派两车五人前来灭火。那燃烧范围不大，但是还是现场民众说不要任意焚烧杂草。本次火灾案件虽未造成人命财产损伤，但露天引火燃烧除了徒增成灾的风险外，也使身负重任的消防人员们疲于奔命。消防局呼吁民众，为降低露天燃烧案件发生如违规焚烧杂草、杂物，依消防法开罚。